恁两合唱感觉足好，对啊，真的吗？可以吗？啊，唔过我来感觉咱两个是咧道波山的吧哈。没啦，道波山的吧，过来就适应啊。拍谁拍谁？因为第一摆合作。我怎么会跟你道波山的吧？竟然会让你有牙签丢入火山口的感觉。那五，你忘记我了。伤的心已经无用，无用听你搁讲分明。就要离开的行李来，找无你我的将来。女人的心嘛真坚定，搁再讲感觉袂着你的爱情。市场无留自己的批，代表阮永远无后悔。日头对西边厝内，阮也是决定要走予你找。若是日头对西边厝内，阮也是决定要走予你找。飞姐了，对，歌声如何，我咧如何咧尊敬啊？对，姐字是一个尊称，不代表年纪。啊，不过你头叫我飞妹呢？飞妹啊，那一定。我叫他，我叫他现爷啊。对呀，现爷哈。本来一叫黄姐会比较好，因为最近讲到飞字，我都有一点不开心。好好好，不来，没啦，我是女子飞呢。哦，你是那个飞的，天哪，没事，谐音也不行。你要做？没有了，没有了，我们统筹第一看一下。哎，恁两合唱感觉足好，对啊，真的吗？可以吗？啊，不过我来感觉咱两个是咧道波山的吧哈。没啦，道波山的吧，过来就适应啊。拍谁拍谁？因为第一摆合作。我怎么会跟你道波山的吧？竟然会让你有牙签丢入火山口的感觉。那五，真是抱歉。喂，是屋子大，有谁哦嘞？是屋子大还是家具小呢？啊，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喂，有小朋友在，不要讲那些。不是，本节目还要报金钟奖，是吗？麻烦你。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已经搞垮了那么多节目，也差不了这一步。喂，谢谢，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啊超级夜总会最后一次的录影。不是啦，我先讲下来，将来就不用再录一次，讲不用再录一次了。先讲一下，你也控制这囡仔，对吗？你敢听我？我总不能春节这波也当兄弟，你一定要白讲我。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一共未歹哦。你起码吼，今天在咱台湾吼，今天要上这个会当唱歌的节目吼，无几个啊。对，可以唱歌，珍惜嘛。大家都是濒临绝种的动物了。我跟你讲，讲到鹅肉节，对不对？嗯，这早跟你讲哈，来加油。
声有够甘甜。老公是台湾水电工。不是啦，苏阿贤，喂，无啦，不是啦，无赶快啦，伊唔是叫苏阿贤啦，我叫啥？苏伟啦，苏伟啦，系苏伟的。我讲，伊讲话你咪学袂甲应。安尼吼，有当时咧录就含字，你也阁唔知。录你录音的录麻烦。啊，你叫伊来创啥？叫咩？叫来学含字。也蛮好。啊，那你两个嘛派人啊？不不不，我唔是来学含字，我是来甲两个斗学。我到旁边参详一下。好。我是早起呢，一直希望甲我甲宪哥合唱完，你唔知有机会不？真的吗？系啊，你来讲关于吼，留三分钟。没要紧啊。因为伊较早伊人生上美妙一段感情，是伫厝顶。伫厝顶，甲男朋友谈恋爱。啊，今天专门咧上查某人的心的呢。啊，无，哎，我是写啊。哦。啊，即摆就歌唱完，就为去厝顶跳落。哦。可能下骹有依照个心那边惊。哦。屋唱完屋顶，然后从窗外跳下去。不不不，像画嘛。屋顶有不同的意义，屋顶在金门无同款。嗯。金门的厝顶足高。啊。足用的。较早炮弹安那弹安那弹，拢屋顶无代志。是啊，今天啦，所以讲屋顶带着铁金刚嘛。哦，屋顶铁金刚，屋顶铁金刚，屋顶铁金刚，铁金刚，铁金刚，屋顶铁金刚。唔免怕婆，唔免。两个笑哎，我怎么会配合你唱到完？因为这句歌是你写的嘛。我跟你讲，你别看我咧，迄门神哦，那个大庙啊，靠我门神，一尊是金叔宝，金叔宝，哎，一尊是无敌姜，无敌姜，无敌姜有一个本名嘛，叫做铁金刚。真的吗？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铁金刚，铁金刚。哪一个女生要上来唱？我要再次感谢我们所有金门的朋友来参加超级夜总会最后一次的录影。你看，有流星在哪里？许愿，许愿。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睡梦中被吵醒，我还是不确定，总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希望相知，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那个人物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用天线，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哦，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对哦。本节目有一个惯例的哈，不管是家己人还是乡亲起来，甲歌星合唱了，拢会使握手，还是要揽一个，还是要安怎？是是，成你自己挑。请选择。我要揽一个。揽一个。揽一个。来来来，我要倒立吗？教我，教我，你要倒立。伊家立，你讲啥？伊家立，你要倒立。我改讲的，我改讲的。你还说你哦，唔能叫口语加掉。你哪改？我来个力啦。没啦，抱一下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哇，抱太久了啦。对呀。OK 的啦，好不好？嗯。Love and peace。哎，那已经上那么多报纸了，哎，要减少一下上报纸的内容。对呀，真是的，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这个哦，哎，姑娘，可以了，抱完了就要走了啦。哦，好。谢谢哥，好开心啊！东安人来一个看麦，哎呀，你看到偶像拢欢喜啦。不是吴宗宪足厉害，早因啊叫挖掉的吼，就无中毒的真少。今天啊，迄毒素足强的啦，那种小鹿乱撞。哎，你也注意啊。对，无啊，我无徛介近呢。你已经怀孕了。我。不叫遗憾，我都生没出来嘿。真的吗？对对呀，就讲到这个，他为什么还不生小孩？不是，就是人家的生涯规划，他没事敢管那些嘛。哦，还不想那么早是吧？对呀。哦，慢慢出片呐，片呐。哎，新歌和宪哥给你鉴定下，好不好？哦，啊，现场的金门的乡亲给你参考下。好啊，最新的专辑叫什么名？女人。女人，女人啊，对啊，莫常常伤害查某人的心。哎，对呀，人咧跟你讲啊，你目睭看你，你咪逼我。啊，伊目睭拖汤。安尼哟，安尼我只好将这个生意还有迄个人啊。喂，冠冕两字念吗？冠冕叫做男人世界女人。哇，来做一个参考就好。来，男人世界女人。谢谢。Show